个媒体啊这些造谣说，每个侨团的那个什么参加的人什么拿了这个200块、300块、400块，这个完全是无事生非啊，这个造谣的这种行为。我们没有拿任何这个包括领馆啊或其他组织任何一分钱。这一次抗议蔡英文窜访美国的这个活动，是我们所有的华人华侨自发组织的义务的，不光是义务，而且还是自己掏腰包啊出来去做这件事情。这个台湾的有些媒体啊是别有用心的，完全是一派胡言，是重伤造谣。我想，这些举动都是我们华人侨胞啊发自内心的对祖籍或者说热爱，都是希望台海两岸的和平稳定，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和平稳定。所以我们不希望蔡英文的窜访啊，给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和平，包括中美关系带来一些不稳定的这些因素。涉及到祖国的核心利益啊，祖国的统一啊，这些事情都是大事，所以我们都其实非常的鲜明。同时呢，我们当然也希望，美国能够妥善处理好美台关系，不给中美关系添一些不稳定因素。